送给寿星生日贺卡是一种心意，贺卡是一种表达，贺卡也是一种祝福。如今小贺卡可以给对方带来大大的惊喜，生日卡片不只有创意，打开后的温馨感受还会让生日寿星秒哭。让我们看看以下的生日贺卡吧。你看这张生日卡片超级有创意，惊喜就在打开的瞬间，动起来的画面超级有爱，在拉开瞬间寿星一定会超级感动。你看这张生日卡片甜蜜瞬间也很有创意，甜蜜瞬间还有暖暖的幸福结晶，在拉开瞬间寿星一定会感觉到幸福与甜蜜。再看看这张生日卡片，拥有二人世界的浪漫，还有孩子们的笑声，在拉开瞬间寿星一定会感觉到拥有二人世界的浪漫真好。您看这张生日卡片，从怀孕的大肚婆到宝贝降生，一路的幸福，在拉开瞬间寿星一定会感觉到拥有二人一路的幸福真的好幸福。看到这些充满创意的小贺卡，你有没有心动呢？下次好朋友生日就不再担心选择贺卡的问题了。有了这些贺卡，万事都能快速搞定，礼物只是心意，惊喜才是真正应该献给对方的东西，起够棒，自然大家都开心呀。最后感谢您的观赏，欢迎订阅月我的影片频道，并且按下旁边的小铃铛，这样有新影片就会通知你。